不过接下来这个人哈，确定是要走人了，被换掉了，就是食药署长吴秀梅。那昨天传出了一个震撼消息，吴秀梅七月份就要把她的官位让出来，等于是很难看，被拔官了。那是谁来接任呢？中国医药大学药学院院长庄生宏。但是现在比较尴尬的是哦，庄生宏他可能接任半年的时间他又要退休了，那到底这一套在玩什么呢？不就很尴尬吗？但行政院长卓荣泰目前表示还是尊重卫福部长邱泰源的选择，人事流程已经在走了，等于是证实了整个消息。好，那这个七月接掌食药署新任的庄生宏，半年之后主要是因为年纪的问题，是届龄退休。原来食药署因为是事务官，所以是有65岁年龄限制的。那他在这个明年的1月就年满65岁，所以换算下来等于上任才半年就也必须退休了。这个消息传出之后，食药署内部人员现在就觉得蛮无所适从，整体士气低落。长官到底是谁不知道，好像来了半年也要走人，那他们的领头羊到底是谁呢？好，政务委员陈时中过去是吴秀梅的老长官，也被认为吴秀梅是他的人马。那他说自己也是看了新闻才知道，原来食药署长是有年龄限制的，食药署长这个位置也不好扛啊，不但要有能力，还要经得起政治的压力。好，显然也是自己的一番发声啦。再来看到药师工会全联会理事长黄金顺则表示，他其实是力挺庄生宏的，他说两个人有通过电话，也肯定庄生宏的专业努力，对事情都很负责任，很优秀的人。那这个新署长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克服国内一堆的缺，缺药、缺输液、缺药事人才啊、缺医护等等的，所以一定会鼎力来协助。而吴秀梅她过去好像大家的印象是仇恨值蛮高的，尤其呢，我们的记者也曾经好几次像是针对疫苗黑箱的争议去追问过吴秀梅，还有过去好几次的食安风暴。每一次面对吴秀梅哦，看到她对大众展现出的态度，一来有点不屑，好像问她什么都不太肯回应。像是过去立委林淑芬也说曾和吴秀梅爆发好几次的口角，就个人的观点，他认为吴秀梅不论是能力还是态度都不太及格。不过现在人既然都已经确定要下台，他也就不多做评论了。赖世葆也说吴秀梅这个人仇恨值很高，撑这么久才下台也算是官场艺术。吴秀梅她做了7年，的确是以这个政坛食药署长这个位置来说做的是蛮久的。陈时中再来看，他说他其实有传赖给吴秀梅，鼓励他做了7年之多，对社会有相当的贡献，吴秀梅现在心里应该是心安理得。好，这是陈时中帮他讲话。而黄金顺也就是刚才提到药师工会理事长，吴秀梅欠缺沟通能力哦。好，好像对吴秀梅有两种不同的评论。他说卫福部长邱泰源上任之后，原来卫福部长邱泰源跟吴秀梅之间有一些恩怨，他就说他就知道吴秀梅一定会被换掉了，意料中的事哦。原来过去跟邱泰源担任立委期间发生过好几次的争执，有关就是为了医疗再生双法和吴秀梅有爆发蛮严重的冲突，所以吴秀梅被拔官的一些内幕好像现在也渐渐的明朗出来。但是站在医学药界的角度来喊话，其实不论是谁来当下任的食药署长，都别再忽视第一线的真正需求。食药署长吴秀梅传出将在7月1号被撤换，接手食药署长的则是中国医药大学药学院院长庄生宏。历经四任卫福部长，吴秀梅先被林奏炎延揽，后来又有陈时中力挺，到了薛瑞元任期再度被留用，直到现任卫福部长邱泰源才上任数月，吴秀梅终于被拔官。中央科医师苏一峰翻出卫福部过去4大争议，说缺点滴是假消息，缺床缺护理师，急诊病患等不到床也全都说是假的，甚至驳斥快筛能够取代 PCR。 因为阿丁的宠爱呢，薛瑞元再加邱泰源都必须要用他了，骂声连连的，却完全都没有被动了。他在沟通协调的能力，外界对他是比较有意见。回顾2020年新冠疫情大爆发，食药署成立疫苗临床试验意向平台，招募20000名受试者，被批是拿人体做实验。吴秀梅也是极力为政府护航，还说谎说没有严重。主席，时间暂停，我去找资料给他看，在我桌子上而已。
你时间早就到了。吴秀梅态度超级嚣张，到底是谁在后面撑腰才能如此傲慢？他的角色呢非常清楚，他就是要帮忙达成党的意志，要通过的要一定要过，要进口的东西要进口，人民或者是说我们业界需要的，这不在他们的心上。网友直言，毕竟党说是假的就是假的，全都推给认知作战就好，谎言说多就没感觉了啦。从开放美猪进口、高端疫苗争议、黑心快筛流入市面，吴秀梅仍稳坐食药署长宝座，一介药界哀鸿遍野，就盼下任食药署长能够正视第一线所需。记者潘建任、周嘉文、陈轩台北报道。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，真的很有用，所以要分享给大家，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，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。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，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，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。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，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，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非常的强大。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。而您知道吗，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，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，这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于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轻轻松松，没有负担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,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，也记得输入推荐码，有额外的折扣哦。